哎，大家好啊！这个昨天吧，给大家聊了聊亚洲的啊，或者叫亚洲的都没关系。这个各国的首都啊等等的啊，算是北京侃爷版本的地理图哈。我得跟郭德纲、于谦啊、张鹤伦、郎鹤炎、周九良、这个岳云鹏。是吧？高峰，我跟他们 PK 一下哈。他们呢，当然相声啊是一门艺术啊，我比不了人家哈，我是门外汉。但是就这个纯的地理历史来说哈，我不服他们是吧？我得跟他们 PK 一下啊。结果昨天呢，我这个落了一个塞浦路斯啊，塞浦路斯首都是尼科西亚，当然还有一个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。土耳其人的土耳其后裔的北塞浦路斯共和国啊，当然我也可以给自己褶一褶啊，给自己找找脸儿，着吧着吧啊，这个辩解辩解，诡辩诡辩，就是说这个塞浦路斯参加的是欧足联的比赛啊，那要这么说，以色列也是参加欧洲杯、欧足联哈，在亚洲以色列敌人太多了，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哈，伊斯兰国家，那么。昨天是地理图的亚洲部分哈，今天给大家聊聊地理图的欧洲部分啊，完全凭我这个 computer PC 啊，personal 啊，personal 是这么读音吗？I speak English pronunciation no good 啊，这个凭我的个人电脑啊来给大家回忆啊，那么我们欧洲地理图开始了啊，beginning 先从。这个巴尔干半岛开始啊，巴尔干半岛的东北，罗马尼亚 （Romania） 啊，罗马尼亚三部分组成的，特兰西瓦尼亚、瓦拉几亚，后来又分出来一个独立国家叫摩尔多瓦，摩尔多瓦的首都叫基什尼奥夫，苏联时期啊，那会儿叫摩尔达维亚，现在呢，摩尔多瓦的首都叫基希纳乌，然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，南边保加利亚。保加利亚的祖先来自今天的蒙古高原，那么跟中国内蒙古、外蒙古都有关系啊，叫布里阿尔人，也叫保加尔人。然后一部分留在俄罗斯，今天叫巴什基尔人。到了保加利亚的是和斯拉夫人融合混血形成了保加利亚，首都是索菲亚啊。叫索菲亚的地名很多啊，什么索菲亚大教堂啊。这个哈尔滨啊，然后呢，南边是希腊，首都是雅典啊，然后有这个希腊北边改名了，原来叫这个马其顿，现在叫北马其顿啊，首都应该是斯科普里，还有一个被大多数国家不承认的国家叫科索沃，科索沃的首都啊，所谓首都吧，因为它地位还不确定，叫普里什蒂娜。然后它的西边是阿尔巴尼亚，阿尔巴尼亚首都是蒂拉纳，再往北是塞尔维亚，塞尔维亚首都大家都知道贝尔格莱德啊。然后北部这个科索沃本来是塞尔维亚的自治省，在南部，北部有一个自治省是弗伊弗丁纳，弗伊弗丁纳的首府叫诺维萨德，弗伊弗丁纳匈牙利人为主。这个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居多啊，当然也都有塞尔维亚人。西边是波黑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。波黑的首都是，我想想啊，波黑的首都是这个萨拉热窝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实际上是这个波黑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在这儿了。它实际上波黑已经分成俩国家了，一个叫波黑塞族共和国，塞尔维亚族。它占了总面积的49%，实际上当初靠武力，它占了70%，是美国和北约就是强迫它把吃进嘴里的肉又吐出来一部分。然后穆克联邦51%的领土，穆克联邦的首都就是莫斯塔尔，莫斯塔尔啊，莫斯塔尔分东城、西城两，隔着一条河，隔着一座桥，一边是穆斯林，一边是克罗地亚。然后是黑山，黑山人原来就是塞尔维亚人，后来呢，他在高山上叫门第内格罗 （Mountain Negro） 啊，
山脉黑色黑山，很多民族的语序和汉语不一样。你看，我们说喝水，那哈萨克人说苏一树，水喝；吃药，他们是丹兰一树，药吃；吃饭，他们是塔马克一树，饭吃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再往西北，克罗地亚。啊，克罗地亚，克罗地亚的首都是萨格勒布，萨格勒布啊，这个斯洛文尼亚分好几部分，达尔马提亚、斯拉沃尼亚，西边最西北角一小国，挨着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是斯洛文尼亚，斯洛文尼亚首都是鲁布尔雅纳。然后呢，我们往东，往中欧走，中欧走，奥地利，奥地利简单，维也纳。音乐之城啊，也是世界名城。东边匈牙利，布达和佩斯，陈佩斯和他哥陈布达，多瑙河啊。北边是这个斯洛伐克，原来是捷克的一部分。斯洛伐克的首都叫布拉迪斯拉发，也在多瑙河边上。捷克大家都知道布拉格，是吧？布拉格有可能是蒙古语的泉水的意思，泉眼。你也可以理解成水源啊，在新疆，在内蒙古和蒙古国，很多叫布拉格、布拉克的地名，这个非常多，因为在这种干旱、半干旱的地带，水源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再往北过这个翻越塔特拉山脉，就是波兰。波兰这国家我非常喜欢啊，波兰的啊，波罗斯卡，波罗斯卡的首都瓦西，华沙。然后呢，华沙呢，再往东，往北，东北，立陶宛，哎，立陶宛和波兰曾经联合成一个国家，因为立陶宛的国王娶了波兰的女王，立陶宛的首都叫做维尔纽斯。然后再往北，波罗的海三小国中间是拉脱维亚，我差点移民到拉脱维亚，首都是瑞加，里加。再往北是爱沙尼亚，爱沙尼亚和芬兰，他们两个民族有一点亲缘关系，首都叫塔林，哎。然后呢，往东吧，往东白俄罗斯、明斯克，是吧？这个乌克兰、基辅、俄罗斯、莫斯科，是吧？这个再往北，再往西一点，芬兰，啊，芬兰是赫尔辛基，老的首都叫图尔克。俄罗斯老的首都是彼得格勒，圣彼得堡。这个翻过这个波罗的海，瑞典 Switzerland 的首都是斯德哥尔摩。再往西，挪威首都是奥斯陆。往南，丹麦并不是一个小国啊，因为格陵兰是属于丹麦的。格陵兰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吧，大概有300万平方公里吧左右啊。这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，是吧？美人鱼，是吧？这个安徒生实际叫安德森啊，翻译成安徒生。这个冰岛，是吧？北大西洋里边冰岛首都是雷克雅未克，是吧？英国伦敦啊，当然伦敦有大伦敦，还有伦敦城，伦敦金融城，是吧？还有这个，当然英国呢又分四块，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首府，苏格兰首都是格拉斯哥吧，不是爱丁堡和阿伯丁吧，格拉斯哥。威尔士的首都首府加的斯，是吧？卡蒂夫。对，爱尔兰共和国就是南爱尔兰，确切的说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，对吧？法国巴黎，帕里斯 Paris， 卢森堡就是卢森堡，是吧？比较小。安道尔的首都好像还不是安道尔，是叫什么名字我还不记得了。这个西班牙，这不用说，我在西班牙，不是我们巴塞罗那，是马德里，是吧？古城是托莱多，什么塞维利亚啊，这个葡萄牙里斯本，是吧？这个往这边是摩纳哥，就是摩纳哥，非常小啊。这个梵蒂冈就是一个小山包，罗马的一个小山包，教皇国的残留这么一点点儿，一丢丢，一抠抠，是吧？
意大利，罗马，罗马，圣马力诺就是圣马力诺，一个小山谷里，对吧？然后有个岛屿国家，这个首都叫瓦莱塔，这个国家叫马耳他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瑞士，瑞士是伯尔尼，伯尔尼没有知名度，是吧？西方国家很多首都不是它的首位城市，就是最大城市啊。这个伯尔尼，另外瑞士卢塞恩呀，这个日内瓦呀，是吧？有很多大城市嘛。这个还有什么？还有德国，德国是柏林，是吧？过去西德是在波恩，是吧？现在都是在柏林。然后低地国家卢森堡，刚才说就是卢森堡。然后荷兰、阿姆斯特丹、比利时、布鲁塞尔。布鲁塞尔也叫欧洲的首都，是吧？北约呀、欧盟啊，基本上都在布鲁塞尔。当然，欧洲议会是在法国，临近德国的斯特拉斯堡，那儿有一支法德联合旅，就是欧洲联合部队在那儿。还有哪些国家？差不多了吧？这个我想想，遗漏的不多了。还有一些是属于一种单独的岛屿，比如说有泽西岛，泽西岛不属于英国领土，但是它属于英女王的封地采邑。还有北边什么法罗群岛，是吧？什么斯瓦尔巴德群岛，这有的是属于挪威的，是吧？国家基本上就这些了，国家基本上就这些了。好吧，我这个地理图怎么样？是吧？这个相声演员他们背的溜，他们童子功几十年的功夫。是吧？背的溜，我没有他们溜，但是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我是融会贯通了。